这局为什么这么肉啊？麻了，只能是往 Q 闪往后把握一定的距离，这个操作我愿称为厄斐琉斯顶级操作，好吧？就是要是能完成这个操作的话，我可以改变你的视角。 这身皮肤活在我身上，与我一起狩猎，让他们自己上钩。 直接等会把那个舔狗的粉丝牌，那个叫什么场馆下了，他把我炮车死了。要么打，要么跑。只是现在，我不会退缩。 你说带征服者吧，也差不多。其实征服者跟致命者都是要需要 A 出来才厉害的，你 A 不出来就如同一个摆设，知道吧？ 我是为了狩猎而来的，但留下来是因为先美的果实。说实话，主播刚刚打的宗师局打老鼠也是压这么多刀，打铂金局打老鼠也是压这么多刀，到底是铂金菜还是宗师菜呀？是主播太厉害还是宗师菜菜了？有点搞没搞明白。 虚空也明白这个道理。
不知道他要打我。一楼吧，这波。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息，虚空有他。这他还能去弹个肚子呢。这个羊刀的特效有对我来讲没有用，这锤子不看我没办法推这个塔，这老手上来 A 我的话，我不会很，比如说就找队友好一点。感觉可以走了，在这波，这波有点太贪了。巧，哎，他妈那个时候出羊刀的，给我出来了。这东西有什么屌用？你告诉我，啊，这东西有什么屌用？龙被维鲁斯抢了，真的假的？维鲁斯都能抢了，不骂游戏。是吧，其实是带错天赋的，我最后一秒想换的时候换没换过来，带错 AD 的，对吧？就红 Q 有 bug， 不是羊都有 bug， 红 Q 有 bug， 那个还挺好玩的。
本来得跟他带的呀。哎，那个进出羊刀，他第四枪还是会暴击的，对吧？哎，死了还行，我看他死了，回了口血，我靠，他这个一的，他回了，他那个辉耀美德回了口血，我自信回头了，上来消耗一下，我反手打他个 AQ， 好像他更顶不住了。被动都掉出来，这 W 没动，这还是得带兵器呢。感觉这样就能追踪了。这么帅吗？